大家好，我们是 R1SC Rise， 张延奇、周震南、姚琛。现在我们接受快问快答挑战 ，Let's go。我比你们都快，这个没办法，快问快答。好，一般答的快的就张延奇的。我的，那肯定，那是我的吧？我没跟你们下过。那姚琛肯定不会下。那不一定。张一奇，你可以继续说，没关系。肖正煌，那不是代表什么？上课的时候是经常笑。那肯定。我也是这个妹。我说啊，是在叫我吗？这个问题把我难到了，就是太阳太刺眼了，太刻苦的练习，没有时间忘记了头发长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这，你想狡辩吗？他真想狡辩。我这个怎么回答呢？就是粘人精吗？粘人精，我还好，其实我是觉得还好，因为其实平时叫他们一起吃饭啊，这些都是。大家关系好吗？你看那些记者表情，是吧？是吧？没有，我下岛后就直接被抓到这里。他点播了其他电影，《神奇女的》不对，《惊奇队长》这个故事线是在同一条线上，我要先看这一部再看下一部。是，然后结果还花了18块钱。房租押金，点播了一部电影。